张荣斌出身自棒球，后半人生选择高尔夫，或许是因为有棒球的底子，开球距离是他最大的优势。尽管张荣斌认为学球比一般人还要来得容易上手，但是高尔夫与棒球所需要的心理素质毕竟大不同。如何让自己成为更好的选手，只能不断练习与调整。上手是比一般人快很多啦，就是打击的原理，差不了多少。一个是比较平面的嘛，然后一个是有一个弧度的挥杆，球可以打得很远，可是也蛮歪的。打歪就是会找方法嘛，就是哎，人家就会解释说，哎，你为什么是这个球会打歪？是因为是你是从哪个角度进来的？你路线错了才会打歪，或是你的身体太用力了？而且每个人又不一样，你就从每一次的练习里面去调整到你自己适合你的状态这样。你棒球的话，你是有攻有守嘛，对不对？不管我是在守备，就是有你攻击；我打击的时候，就是有投手有守备。有时候很重要的关键的一击的时候，你如果状态很好的话，你会希望说：“哎，赶快轮到我打。”啊，我希望我要当英雄。可是有时候你自己知道你练习的状况不好，有时候你会想说：“干脆前一棒就解决掉好了，不要轮到我。”哎，有时候会害怕压力在自己身上。嗯，对，可是压力来的时候你还是要去承受，就轮到你了，你就是要扛着棒子还是要上场打球。可是高尔夫就不一样，高尔夫就是你自己一个人要处理好，就是你自己跟自己的比赛，所以在球场上自己那个内心戏也很多啊，在推杆的时候我要做多抓一点点，我要不要少抓一点点，逆风的时候顺风的时候我要多抓一点点少抓一点，就是你自己会考虑很多啦。如果是棒球的话，就是有很多的队友可以帮忙你啊，教练也可以给你的指导嘛。因为高尔夫就是比较个人的项目啊，也比较孤独的一个项目。嗯，对。张荣斌将他15年的光阴奉献给教育，从烟师慢慢转变成孩子王，无论再忙还是会抽时间练习高尔夫。这样的日子，江荣斌并不含苦，反而乐在其中。球队是在外面练球嘛，我就利用午休的时候，去练球，然后练到大概1点多，然后就去球场跟他们会合，这样。为了出来不要打太难看，还是要练一下。我们之前学球的时候，都是日式的教育，也是教练也是都很凶嘛，很严格嘛。而我刚开始教的时候也很严格，可是慢慢自己觉得说用这么严格的方式来教小朋友好像也是怎么讲，有时候反而会让小朋友更紧张，更做不出那个动作。我现在的就是希望说他们打球要有一个良好的态度，说这个球不管你接得到接不到，你就要尽你的全力去做。哎呀，这样即使他接不到，我也不会说去责怪他。而且现在棒球的技术，也越来越好，有很多职业选手都退下来，要带了很多新的观念，哎呀，包括修复的那个运动员，那个你运动完以后的修复的观念，也都慢慢的有提升很多。就希望说小朋友在打球的时候可以很快乐去打球，可是你要如果要为了成绩要快乐打球哦，也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呢，哎，还是要有点压力啊。之前当导师都要写联络簿嘛，然后有时候小朋友不敢跟你讲的话，他都会写在联络簿里面，然后你就跟他回这样子，然后就有时候会跟他聊聊天啊，像有时候小朋友被教练处罚，我都会过去问他说啊到底什么事啊，哎呀，就会稍微问一下这样子，然后他就愿意跟你讲，就是一件好事情，然后你就跟他沟通这样。我球队很多原住民嘛，原住民他的想法就比较跟我们一般人真的不大一样，哎，然后我那班有一对双胞胎，
然后他写联络簿嘛，因为他写错字，我希望说他们要订正嘛，我都会写，请他写两行。然后他们那两个双胞胎啊，然后有一次我就把联络簿带到球场，因为他没有写，我要叫他回来写，哎呀，就到球场里面写。然后他看一看说，我就骂他，我就骂他，你为什么没有写？他也说，哦，对对对，我没有写。好，然后就走了。然后我就看到那个是弟弟嘛，哈，双胞胎我认不出来。然后另外一个哥哥又来了，我说，啊，你为什么你也没有写？他说这本又不是我的。我说这本怎么可能不是你的？明明我刚才叫你弟弟来了，你这本怎么可能不是你的？我又把他弟弟叫过来，然后说啊，这个不是你的，你为什么要承认？他说，哥哥给我五块，叫我承认这本是他写的。然后你也没发现？我都没有发现，因为两个长得太像了。哎呀，哎呀，然后我如果说要叫他们两个，然后他就互相就会，即使是哥哥做的，他也哥哥也会把弟弟推出来，我也不晓得到底有没有处罚对人。哎。江荣彬这几年参与中华女垒队的情操工作，在世界跑一圈后，对于台湾体育的发展有了更深的感触与想法。比如说，包括我们出去外面走越多，我们就看的就很多，我们就觉得说，运动这方面我们实在是还是缺乏，还是比国外缺乏很多。你如果要做得好的话，就是政府的政策嘛，要推动嘛，哈，啊，学校支持，然后产业界。啊，你比如说像高尔夫这个运动也是很烧钱啊。如果说像高雄球场就蛮好的，他就有培训队，他可以三点多的时候让他培训的选手下去球场继续训练。下一周，江荣彬会继续和我们谈谈在他眼中的棒球与高尔夫。